他就是需要给让全世界的有问题的小孩都得到一个很安全、很有效、的一个疗法，啊，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认识他之后，去到英国的时候呢，大概是16年前，他就跟我说起有关这个自闭症小孩。那时候讲自闭症小孩，老实说，我那时候很年轻嘛，刚刚毕业出来，什么是自闭症我也不懂。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你们东南亚的国家是跟着我们先进国的脚步，我们先进国家其实好，其实是很不好的。他说虽然我们医学很发达，可是我们的问题也很多，我们的健康问题比你们还多。那你们没有好好保护你们的文化、你们的食物、你们原有的东西，而跑来跟着这个西方医学、西方的，他讲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错误的。那你们的脚步很快就跟得上我们了，你们的国家的健康状态很快就可以跟得上我们的，就是很不好。那我当时也不是很理解他讲的东西了，因为我在大学是读经济的，所以根本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我回来之后呢，慢慢的，我就真的是接触到，大概是每一个朋友他都认识，朋友家里有一个特殊小孩。都有很多，就是说啊，我的小孩有什么问题啊，他的小孩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每一个大人慢慢的都发现，哎，身边都有一些人是有健康问题的，啊，然后慢慢的呢，在这16年里，慢慢的就有一些报告，就比如讲，我去的时候，我记得上课的时候，他就说啊，牛奶不好，然后他说什么牛油比那个马芝林啊，这个菜油啊好要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大堆东西，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后来回到来才发现，哎，对呀，这个是他讲的是有道理的。那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呢，他就说血压的问题，那我不是医学的，我对医学的认知可以说是不多，可是我知道血压，他说你们只是量血压，只是一个手量血压是不对的，你要量血压你必须要量两个手。啊，又或者说你血压，他就拿心脏的那个四个幽门来分析说，你给血压高一个人吃，高血压的药一个人吃，这边的血压低了，可是他会把整个心脏的血压都偏低，变成你右边的低了，你左边的本来低的会更低，然后就会很容易引起的这个心脏病，啊，中风这样子的一些问题。那我当时也不懂他在讲什么，可是就是最近我就有看到这个报道，有人研究说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他所说的是没有错的，就是这样出来的。好，那到底他的这个疗法是什么样的一个疗法呢？他英文名字，我去上课都是用英文的，那我也花了不少时间，也请了一些人帮我翻译。那如果说翻译上有什么不对的话，也请大家多多指教。那英文呢叫做 phytobiophysics， phytobiophysics 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植物生物能量的意思，就是物理学能量学的意思。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运用化位于植物里面的能量来帮助或者是调和或者是平衡我们人类的能量，而且在调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意识层面，就比如讲灵性、精神上。那英文它就说 spiritual, mental, emotional, physical。那一般在我们所听到呢，就是身心灵。那身体、灵性还有性呢，就是包含着他们所谓的 mental 跟 emotional， 就是 mental 跟 emotional 其实就是很相近的一个东西。就是精神层次和情绪层次的。好 okay， 那运用这个植物的能量呢，其实不是一个什么新的发现，在很久以前的人类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记载，说都是在用植物的，有花茶，中国里面有用花，不同的花，对吧？然后也是有人拿那个花瓣放在水里面去泡澡，都已经用着这样子的疗法。而在马来西亚呢，我们的马来同胞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冲花凉的习惯。冲花凉的习惯呢，他们就是一样的，就是拿七种颜色的花放在水里面，然后他们还会练咒语，然后呢他们说是可以消除身上的一些邪气，
啊。那如果就要结婚的女性的话呢，她可以给她更漂亮，啊，更美丽，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可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早就被现在的医学说是一种迷信了，早就被现在医学说是一种迷信的。那我们在马来西亚呢，就是说每一次十五或者去佛堂的时候，都会送我们一包包的花水回去，或者洗脸啊，或者什么的。那我们家里呢，就是每一次过农历新年的时候，除夕夜的时候，妈妈都会准备一缸那个汽车花的水，然后叫我们除夕夜的时候去洗干净，去用那个花水来泡来冲凉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是一个文化的实习啊。可是原来它里面是真的是有科学的原理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人去发现，也没有人去研究。请问是哪七种花？七个颜色的花都可以，都可以的。它应该是有进化的效果，进化洗礼的意思。对，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啊哈，好，那因为每一个植物都代表那个植物的一个生命嘛，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人，都是有两个手两个脚，里面的部门都有个别的系统。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却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就有每一个人的生命力。当我们接触到不同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互相交流，也带给了一个不同的效果。有些人带给我们很快乐的感觉，有些人带给了我们一些很压力的感觉，都有不一样的。那每个植物呢，它们都会散发出它们各自的气场。而这个气场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用来协调我们身体的。那基本上呢，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可以借他们的气来帮助调理我们的气。啊，简单的话就是说，我们借用大自然的气来调整我们的气，就是这个样子。好。啊，那基本上呢，为了把这个东西给它普遍化，或者是给它简单化的解释的话呢，花有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形状，它们需要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矿物质才能够成长。哦，那当然呢，教授呢，其实他就选用了最原始的、最容易让我们最容易明白的，那就是那个花的颜色，花的颜色和它的生长形态。那有些花就是很娇柔的，你虽然你看到长得高高大大的，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花是好像有一点像我们的脊椎。那这个花有点像很多毛的。像我们的臂毛，这些花有点像身体的哪一个器官的，都可以当作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心绪。那用运用颜色呢来判断呢，是大纳教授觉得这个是给大众比较容易的明白啊。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或者是下次来的话，我们可以去郊外走一走，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去看什么颜色的花可以。真的帮助到什么？好，我相信大家都是老师，然后都会有一套自己的一个能量测试的方法，都可以通过是什么花、什么颜色的花去检测，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所以它们的颜色代表着什么？它们所散发的电磁波。那我们讲颜色是什么东西？颜色就是光，明白？颜色就是光，就是不同频率的光。红橙黄绿蓝靛紫，它是通过不同频率的光，所以颜色，它们颜色呢，就是代表说它散发出哪一个频谱、哪一个频率出来。那我们身体也是需要这些频率的，身体不同的部分就是需要不同的频率来平衡的。那这些频率呢，是可以与我们细胞的频率共振的，不同颜色。植物里面的不同颜色的频率，或者是，因为我现在讲植物嘛，那我也许应该讲说，大自然里面的各个不同频率都会跟我们细胞的频率共振的。那这不只包括了我们讲现在是治疗，所以是植物，那我们也包括了病毒的频率，也是可以跟细胞的频率共振的。那它跟什么细胞、什么病毒、什么毒素，跟我们细胞的哪一个身体哪一个部分的细胞共振，它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哪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讲水银汞，它是频率怎么样？它的频率是绿色的频率，它就会影响我们身体所有绿色频率的一些细胞或者一些器官啊，就是这个意思。哦，那我们可以运用
不同的颜色的频率的植物，不同花卉的不同颜色，来帮助协调或者是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被不同毒素所影响的频率，都可以通过自然界里面的一些频率来平衡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电磁团谱。那我们其实注重于呢，花卉植物这个能量疗法呢，我是觉得是注重于这一个部分，就是 UV 跟 infrared 这个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看得见的，只是400到700的纳米，就是频率的一个计算单位，光的计算单位。OK， 那可是超出呢，我们有这个 ultraviolet 紫外射，然后就是远红外射，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那当然，不同的疗法它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能量疗法它可以疗愈我们身体的不同层次。那基本上，因为我们人是一个躯体，是一个物质体，都是靠这些光才能够生存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改这个。可是整套疗法来讲呢，其实它可以改变的是不只是这个，是比这个更大层次的啊，因为这个是终点。好，那比如说粉红色、紫色、靛色呢，它是属于比较高的，它的频率属于比较高的，所以它帮助到我们的身体比较高的层次。那我们的身体这个呢，就其实是跟印度的那个脉轮系统差不多，对吧？那就是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都需要不同的频率，都需要不同的能量，就好比我们身体的不同系统、不同器官需要不同的维生素，需要不同的维他命来维持，对吗？就比如讲维他命 C， 它可以帮助皮肤啊什么什么的，维他命 A 也是可以帮助皮肤啊、眼睛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我们身体不同需要不同的元素，需要不同的频率，需要不同的氨基酸来才能够很正常的运作。再来呢，比较中间的呢，就是蓝色、绿色跟黄色呢，它就是代表就是中间这个部分。蓝色呢，其实是水的颜色，天空的颜色，这是喉咙的颜色。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部分对我们很重要，那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管道，对吗？我们的声带在这边，对吗？啊哈，然后这里还有我们的甲状腺、副甲状腺，这是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后面还有一个颈椎，都是在这边的。那如果我们把再放 C 看的话呢，这里除了蓝色，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把西医的一些医学的一些知识放进去这个疗法里面的话呢，那这里有甲状腺，有甲状腺素，有平衡该跟酶的那个甲状腺素在这边，有控制食欲的那个技术都是在甲状腺，对不对？所以蓝色对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好，我们可以综合戴安娜教授呢，就在这一块呢，他融合了各个不同的系统，各种传统疗法的一个系统呢，把它融合在一起啊，所以他的疗法是可以说是一个桥梁，连接了就是西中西或者是传统疗法跟现代疗法的一个桥梁。好，那绿色大家都知道，绿色是我们的肺跟心。哦，那跟什么情绪有关系的啊？这样大家都应该是看我们的中国文字的成语就知道了，对不对？啊，这个心痛啊，然后什么还有什么肺啊？那广东话是讲什么顶心顶肺啊？对吧？对吧？这些话都是跟心跟肺有关系的，哦，都会影响，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心肺的一些情绪，都可以通过这一个的能量来帮助。Okay， 那这个黄色呢？黄色呢是跟我们的太阳传统这个有关系。那这个所有的部分，黄色很大的部分，就跟我们最重要的五脏六腑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可以看青色里面或者是绿色里面，它有不同的绿，对吧？有不同的频率的绿。那黄色里面也有不同频率的黄啊，所以这个黄色里面还可以分。绿色里面还可以分，靛色里面还可以分不同的层次的。好 ，OK， 那再来呢？我们看橙色啊，或者是红色啊，或者是这个深红色，或者是褐褐色的这些花卉呢，它
是可以帮助我们比较下面的身体比较下面这个部分，比如讲橙色呢，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生殖系统；红色呢，就是我们的血液和我们的大肠的蠕动。那这个扁红外色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最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骨骼、牙齿之类的。那整个疗法来讲呢，整个植物生物能量的疗法来说呢，当然教授在研究这些配方的过程当中，他到现在他大概是有30多年吧，他儿子小的时候应该是30多年，大概要40年的研究当中，他把配方的每一个花精的能量把它掺在一起，把它配置成每一套，把它配置成好比复方。这个复方呢，就是可以跟我们身体的不同地方共振，而且不同层次的一个配方。我们从最高的层次开始，到最重要的呢，我们是要疗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多东西、很多疾病、很多什么都是心，就是心那边心的不平衡、心的能量不平衡而引起的。所以到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心。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戴娜教授是先把这个先研配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是3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人比较简单，心也比较简单，对吧？那所以只是用一些花卉的能量，花很漂亮，对不对？给人家很开心的感觉，都可以帮助到很多的疗效。那我们在马来西亚，在20多年前，我妈妈开始先运用这套配方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觉得，哎，这套配方很能够解决很多，很神奇。有些人说啊，这个配方很神奇。可是过了几年的时候呢，等到我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呢，这套配方本来一个顾客走进来，他需要可能3瓶这个配方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可是当我去学的时候呢，哎，这个人怎么要八瓶配方，或者是5瓶、6瓶，我觉得是太多了。后来大家教授就说，变了，能量变了。那现在的人的层次、受伤层次、身体健康的层次变成更加深层了。那以前身体健康的问题可能只是在躯体层次，或者在情绪层次，可是现在的健康问题已经是到灵性层次的一个健康问题了。所以这套配方是不够的，所以他继续去研发这一套。用树，我们可以从那个形状中就可以分辨出花的能量跟树的能量有什么不一样。树很大棵，很强壮，它可以生存很多年，可以跟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花呢，它可能开花很漂亮，可是可能过2天它就凋谢了，有些只可以1天就凋谢了。所以树可以帮助我们调理一些比较灵性层次的一些创伤。那这个呢，特殊配方其实它综合了树跟花一些的配方，这个是特别调给一些小孩的，现在的小孩，尤其是一些特殊的小孩，就表自闭症啊、过动症啊，啊这些小孩，我们就用这个配方再配合其他的配方。那这个呢是去年大家叫做。他就说，我现在必须要把我这样的研究圆满完整起来。那完整起来了，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调心。可是他每一个还没有这个配方之前，他每一个配方都可以帮助我们调心。可是他现在他说，我就是把我30多年的研究把它总结在一起，最重要的还是心，还是从心开始。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每一个配方。那这个是我们的20个配方，我这里都有带来，等下可能可以帮各位检测，或者是通过这个仪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20个配方。好，20个配方，你看有不同颜色的，那这20配方呢，那我要感谢刘教授，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他让我大开眼界。那我上大那教授课程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这个是跟经络有关系的，它跟经络的这个频率，它可以跟经络的频率是共振的。那他还说，这个其实可以说是可以什么，acupuncture without needles， 就是针灸，不需要用针，不用针的针灸这样子。那我那时候第一，我
不认识中医，那第二我也不懂针灸，然后我就把这个用在一边，我就没有用它这一个道理了。那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就跟刘教授讲了这个，然后他就叫我们等下我们可以就是现场的做一些什么，那刘教授就说不然你可以用植物油柱，因为他这个二十个配方里面呢是都有跟这个十四个经络共振的。那比如讲这个一号这个，等下我们一个个来看，有跟督脉的、任脉的、胆经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有，好，所以等下我们再玩，好不好？那这个呢？好玩。嗯，好玩。哎，怎么变成椭圆形出来？好，那我们就很快的一个个来看。好，那基本上大家都是老师对吧？这样，白色的话，当然我只选了三个，其实有很多。好，其实有很多白花的。那白花里面呢，当然教授呢，他就把它分成两组，根据他的研究，一组呢就是比较是倾向于阳性的，另外一组就是比较倾向于阴性的。那这个呢是共振于我们的督脉，这个呢是跟我们的任脉共振，这个呢是我们的结构整体的能量。那这个呢是跟情绪，就是一个是功能，一个是功能，一个是结构的一个提升。这个呢是帮助我们的就是说营养品的吸收，可是这个呢我们看是帮助氨基酸的蛋白质的吸收，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一个疗效。可是同样是白色的话，右边那个是茶花吗？白玫瑰野的白玫瑰，英国的。那这个就是莲花，就是莲花，这个是马来西亚的。那然后紫外色呢，我们可以看的话，如果是看的话呢，这个紫外色是在头上面的，对吧？那紫外色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一个光，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因为它是380纳米，我们所看到的是400到700。那这个可以帮助什么东西呢？它是可以帮助心灵的宁静等等等等这些。那这个呢是其实是跟我们的心包经共振的，心包经共振的。那至于心包经是什么功能，我还要去上课。这个问刘教授就知道了。对对对，我要找刘教授上课。OK， 那紫色呢？那有些配方是没有跟任何经络共振。OK， 像这个呢，紫色呢，它就跟我们的就是西方医学的一些系统，就是中枢神经系统，跟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小脑之类的。那当然也是可以通过，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就是不同的经络来解释这个东西。OK， 所以他这边有些地方他就写说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能量，对吗？情绪是一种能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能量，都可以通能量的关系来讲呢，是可以通过音乐来诠释，可以通过颜色来诠释，对吧？可以通过不同的音符来诠释，可以通过不同的味道来诠释的啊。所以在儿子、父亲与孩子之间关系呢，它是属于紫色的能量。那我们紫色的能量，如果是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比如讲说关系复杂，或者是没有父爱，或者父亲管得太严格等等等等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紫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头、我们的视力、我们这个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啊，这样子。好，那电色呢，我们其实有四个电色，就涵盖了我们的脸部。那我们看到我们脸部都有我们的五官。那电色呢是包含了五官，这个五号呢，我们是用变号的，就是比较容易记。好啊，这个呢就是它帮助我们的口腔，这个口牙龈这个部分的能量，整个口腔的能量，对，它帮助口腔的能量，帮助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个呢六呢，它是帮助我们的鼻子、鼻窦。鼻窦、鼻子这边的一个能量就是嗅觉。所以好像有点以形补形的感觉，是不是？对的，啊，当然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当然叫做也有其中一堂课，就是说就是到我们就去，他要我们去看一下，你要拿着那个花来看一下，这个花是什么以形补形的状态。然后第一我们看颜色，第二我们看花那个花的形状。
然后这个七号呢，它是无菊花，无菊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热带的一个花，对不对？热带的一个植物，所以它是帮助一些热带的，比如讲，就是说，其实有一个我们放上去，就是现在蛮严重，马来西亚蛮严重的，就是你们所说什么登革热，蚊症，马来西亚又开始有了。马来西亚严重程度呢，是到医院没有位的，他只能叫你去验血，你回家，每天来验血，他医院没有位给你用。然后以前马来西亚政府因为西医嘛，西医呢他就叫我们不要去相信那种民间疗法，可是因为后来个案多到连床位都不够了。然后他才送了你回去用你们的一些民间疗法，结果他现在又承认了民间疗法是有效，都会有这样子的。那我们的研究当中，当然那教授也是很注重这个蚊症的，因为他小时候在非洲出生，然后他又在热带国家，就是在东南亚这一带，他自己也是患过这个 dengue fever， 是普通热症，所以他知道这个对我们影响是蛮大的。他说了，我们热带国家里面呢，我们身体里面都会有这一个 virus 存在的，这个蚊症的那个病毒存在。那因为我们适应了，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适应，有些人又会发出来的呢？他说都是因为情绪问题。那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创伤，有一个情绪的创伤，所以每次有情绪创伤的时候，你刚好又被那个蚊子叮一叮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情况出现，他就这样子解释。好，然后这个是跟发热啊，小孩子发烧，这个很好用。OK， 然后这个八号呢，那基本上八号呢，它就是帮助整体的提升我们整体的能量，提升我们整体的情绪，所以对一些脾气很不好，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或者是情绪低落的人来讲呢，这个地方可以帮助到他们。那同时这个配方呢，它是帮助那一种低血糖啊、低血压啊，都可以，总之被压抑的系统都可以通过这一瓶来帮助。那当然除了这瓶的话，我们还会配搭一些其他的东西的。好，那这个蓝色呢，蓝色刚才我们讲的，那主要的呢，这个蓝色呢就是沟通，这里有一个就是母亲与儿女的关系，但是母亲尤其是母女的关系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是可以通过我们可以去看是周围的朋友或者你认识的人，那如果你发现到那个人就是有一点这边有点肿起来的，你可以去问他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跟妈妈的关系，跟儿女跟女儿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们可以去问。因为我那时候我听了教授的课之后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啊，然后我就去问，然后我就很奇怪，真的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有甲状腺问题的他就去问他的而且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很多人都有这里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用太多的电话啊，太多的电脑都会影响这个部分的所以就会使到如果刚好那个人又是有这样类似的一个关系的问题的话呢，他就会更加的诱发这个甲状腺的问题。那这个呢是三焦经，是供整于我们身体的三焦经，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配方。Okay， 好，绿色，这个是沉香果，这个是沉香果。那我们讲到以形补形的话呢，沉香果或是沉香的花的这一个能量，它其实是跟心脏息息相关的。长得很像，它长得很像。如果你把它破坏，我这边没有那个破坏的那个香片，你把它破坏，里面就好像心脏的四个，两个心房，两个心室，这样子的，一样样的。是我妈妈发现的。然后它破坏了，拿去那个能量出来，它也是交了给教授，教授化验做了一些试验之后，就说这个是可以帮助心脏的，除了帮助。这个心脏它可以帮助一些情绪，是关系上的一个情绪都可以帮助。那青色来讲呢，我们有一个帮助肺部的，那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尼古丁的花，尼古丁做香烟的嘛，做香烟的。烟草，对，那个烟草的那个花，那它这个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肺。那我们
都知道说为什么现在的人为什么抽烟。其实抽烟有些人说压力大的时候抽烟我觉得很舒服，那因为尼古丁本身是一种药，对吗？它本身是一种药，那你吸进去的时候，那个尤其是肺动脉它会打开，它就会放松，身体就会放松，那可是你停止吸烟的时候它就会关上，所以吸烟是会上瘾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每一次吸烟之后他就觉得很舒服，可是他没有吸烟的时候呢，过去之后他就灌回去。那加上我们的香烟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毒，其他的那些不是尼古丁的毒物在里面，所以就不好了。那其实这边有一个故事的，那在有一个船有一个叫什么船叫什么，就是 American Legend， Legend 叫什么，就是一个故事啦，就是古印第安人的一个故事，那个传说，对，那就是说传说呢，有一次就是很久以前，就是人啊、动物跟植物就是很和谐的在地球上生存，那人类呢开始有了贪念，他就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去杀那个动物，而是为了贪念，然后去破坏植物，去破坏大自然，啊，为了贪念，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像人这样子，其他的动物的皮穿在身上，对吗？然后有了这个贪念，然后动物跟植物皇国呢，他们就很生气，然后他们之间就开了一个秘密会议。那开会的时候呢，动物呢就是以熊做领导，那他们召集全部人开会之后，然后动物的皇国就说呢，人物实在是太可恶了，那如果他们不改变的话呢，我们动物将会每一个动物会给他们带来一个疾病，然后植物呢就比较跟人类比较亲近，就说那如果是人类知错能改的话，那你们所带来的每一个疾病，我们的一个植物都会是你们的解药，这样子。那时候那其中呢有一个就是烟草的那个植物呢，他就说我们将会是最好的人类最好的药物，但是如果是人类误用我们的话呢，就是滥用我们的话呢，我们将会带给人类致命的疾病。这个烟草就站起来说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当我上大那教授的课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一个传说，那我回家就找 Google， 我找不到这个传说的存在，我说哎呀，这个传说到底是有没有的。那后来我有机会去美国嘛，不是有很多印第安人的地方，然后去无意间走进了一个印第安人的一些卖那个产品的，然后进去就看到一本书，结果他是真的有这个记载，就是每一个动物就代表着怎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那其中有一个记载就是讲这个故事的。好，所以这个烟草就需要烟草的毒，就是需要烟草的花来帮助解决，好，它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所以想要戒烟的朋友，或者是正在吸烟又不想戒烟的朋友，我们都可以补充给他。那这个呢，是山楂花。山楂花不用说，山楂是帮助心脏的血管的，对不对？所以山楂花它也是可以帮助这些血管，只是在加了，还有一些情绪的一些也是可以帮助平衡。好，黄色，我们有四个黄色，十二是肝脏的黄色，是帮助肝脏，也是十二这个配方，它是共振于我们的胆经、肝经、胃经三个。胆经、肝经，还有什么？对，肝经、胃经就是三个。那这个十三呢是肾上腺的，就是肾经。那当然，那我记得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那有一个80岁的中医在马来西亚来上我的课，然后上课了他就问我，他说老师我这边痛，我说是什么原因啊，我抓头了，说我心里想我哪里知道你那边痛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就说那不然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吧，我们就来检测看你这个痛需要什么配方，然后就需要12号，然后我说12是帮助肝脏的，我就问了他所有的问题，比如喝咖啡啊什么啊，
管和瓷器大家有没有设计，他都说没有。然后最后我说奇怪，你为什么那个点痛？痛我们有一个配方是可以帮助痛的，可是他不需要那个，就需要这个。他都想了好久，我突然间就问他，我请问你痛的那一点是落在哪一个经络？他说哎，就是落在肝经上。然后后来我就对这个更加的了解了一点，所以他这个虽然说是肝脏这解毒什么什么，那由于它是供着你肝经的，所以所有跟肝经有关系的都可以。就是蒲公英吗？是的，是蒲公英。谢谢。嗯，对。那这个呢，就是跟肾经有关系的，供整的，就是压力啊，肾上腺啊。那因为戴安娜教授是英国的嘛，所以他是会放这一些，就是比较属于西方医学的现代医学的名词上去，所以西中医的呢，他就放的比较少。然后十四号呢，就是小肠镜。小肠镜就是内在外在的皮肤，然后所有跟小肠镜有关系的都可以用这一个。那这个呢，对于特殊小孩特别好，因为很多小孩，不只是特殊小孩，很多小孩或者是大人，我们都对一些食物有一些敏感，对吗？或者是现在我们的肠道，只是现在因为食物的精致加工的问题，使到我们的消化管道不能够好好的消化这些食物，而影响对食物的一些我们讲的 intolerance， 就是不能够好消化那食物，而引起肚子很胀风，腹部胀风。尤其是小孩子，他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他都会肚子很不舒服。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调那个部分，就像肚子胀痛的话，就可以帮助得到。或者吃错了东西的话，都可以帮助得到。那尤其是特殊小孩自闭症，他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因为吃的那东西，他对食道上很兴奋，然后他就很不舒服。那可以通过这个帮助很快的。这个呢，这个十五号它也是黄色的，这叫胰脏的消化酵素。那这个呢，其实是跟脾经共振的。OK， 脾经我们有两个配方是跟脾经共振的，一个是右边的脾经，一个是左边的脾经。那这个呢，应该是右边的脾经，可以帮助到右边的脾经的。那所以这个也是分开的。那这个来讲呢，它虽然说是平衡糖分什么什么消化酵素的，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胰脏就是在这个部分，那胰脏刚好这个部分有一个补气，所以这个配方它的能量是可以代表说是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能量的联系的能量。那我们一生里面可以说是有三次会跟我们的母亲离开，就是离开我们的母亲。第一次就是肉体的正式离开，就是我们出世的时候，本来是好好待在妈妈的肚子里，可是要出来了。那是一个分离，那个分离呢，我们不是有那个 spirit umbilical cord 叫什么脐带剪断，是第一次的分离。所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跟妈妈母体分开的那一刻，可以说在灵性层次上是相当重要的。所以现在只讲剖腹生产，或者是一生产之后婴儿被抱走，放在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保温箱里面，那个其实在灵性层次来说是对小孩都有一种灵性上的一个创伤。那第二次呢，就是当我们长大了，或者是我们结婚了离开妈妈了，或者是我们去读书了离开另外一个地方去读书了，或者去哪里了就跟妈妈跟原生家庭分开去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个是第二次跟妈妈分开，跟原生家庭分开。那第三次呢，就是当然就是妈妈去天堂了。那这三次的分离，那如果是都不平衡的话，或者有任何一次不平衡的话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部分，就会引起一些糖尿病啊，或者血糖的一些问题，消化的一些问题存在。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配方。那有时候呢，需要这些配方的人呢，他可能也是没有症状，他没有任何的症状的。他觉得好好的，也没有什么一些消化症状，完全没有的。可是他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配方。那我曾经，因为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帮助一些，就是去参加一些展览之类的，都有好几个，就简直他需要这一个配方。那我就觉得，哎，他又没有血糖的问题，什么都没有问题。那我就说，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配方的一个。它的能量是可以帮助什么东西的，
后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他突然间抓住我的手，他说你怎么知道你很准，他说你这个姿势很准。我的确是我从小我的妈妈就把我送了给他，妈妈原生家庭是华人，他就送了给那个杰森的，那个杰森那个是印度人啊，印度人的肤色不是比较黑。那这个女孩呢，她从小呢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黑黑的，跟哥哥们不一样，她就一直去问妈妈。小孩子小的时候都相信妈妈讲的话，那她的印度妈妈就跟她讲，因为白漂亮，所以我把你正在漂白水里面把你漂白了，所以变成你很漂亮。可是当她渐渐长大了，那马来西亚呢，她我们读书的时候小学就是有分的学校，有分国民型小学，国民型小学就是有中文的，有印度文的，有马来文的国民型小学。那他妈妈送他去这个印度小学嘛，就是全部黑黑，都是黑黑的，只有他一个白白的。然后他今天长大的时候，他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是黑的，就很生气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漂白。然后回去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脱掉衣服就在那边晒太阳，但是我要跟哥哥的肤色一样。到后来他长大了，他渐渐明白了，他是不跟人家跟哥哥不一样的，然后才妈妈他跟他讲他的真正的身份。那从那一个时候起，他就一直在问，可是到现在他还找不到答案，他不懂他妈妈为什么不要他啊，所以那个疑问一直存在。然后所以需要这个配方的人，也许他没有这个躯体上身体上的问题，可是他可能在情绪层次或者灵性层次，他一直在找原因，他一直不满意，不是说他的现在的家庭的人不爱他，很疼他，很爱他，可是他就是有那一个我们讲那个连结，跟亲生母亲的连结在那边，对，一个心结在那边。还有一个，不是有说糖分的白糖和糖分的吗？那这个呢，其实巧克力、朱古力、牛油和脂肪的解剂。那曾经有一个人，有一个女孩，她的男朋友说，哎呀，她超喜欢吃巧克力的，我每一天一定要买给她吃。然后她服用了这个配方之后呢，她男朋友会跟我们讲，哎，奇怪，吃了这个配方之后，她没有天天要求吃巧克力了，所以可以去解。那些很喜欢吃糖分的人，可能他们生命里就没有了甜蜜蜜的感觉，所以她需要通过吃的来帮助满足身体的这个能量吧。好，我们看橙色，橙色呢就是在自然界里面呢就是种子的颜色，那种子的颜色就是培育新生命的，是吗？培育新生命的来讲呢，我们的身体就是生殖系统、生殖荷尔蒙、生殖器官。那这个实际话呢是跟膀胱经跟脾经共振的，膀胱经跟脾经共振。好，那脾经橙色，跟黄色就是它们的交接处，这个是跟左边的脾经共振的。也就是那个膀胱经，这个也是跟膀胱经共振。那婚姻和谐性群就是人两性之间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会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殖系统的一个关系，也是这两个也是橙色。然后红色呢，红色来说呢，我们有两个红色，一个就是帮助这个就是那个罂粟花，罂粟花是罂粟，就是红色的，很漂亮的。罂粟花它的那个频率刚刚好跟我们血液的频率一样，所以它是帮助我们血液的。所有跟血液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给它服用这一个配方。当然，在我们在读比较深层的时候呢，比如讲血液里面有血小板啊，对吧？有白血球啊，有红血球啊。有血清素啊，这些东西。那如果是血小板的话呢，它有血液里面是红色，可是如果是关系到血液里面的血小板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必须要加一个紫色，紫色就是四号跟这个十号配在一起呢，它才可以帮助到我们身体血液里面的血小板，这样子。好，所以不同的各自要继续的，我也在学习过程当中。那这个就是简单的帮助便秘。这个配方它除了可以帮助便秘之外呢，它可以帮助一些我们讲的这个情绪上的便秘。情绪上的便秘就是我们便秘的时候，就是肚子有东西要出来，有垃圾要出来，对吧？可是出不了来，很辛苦，对不对？那假如是情绪上的便秘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有些情绪我们要丢，可是丢不了，就一直锁在里面，也是很辛苦的。那这个呢，
简单的来说，这里写说执着，或者是无法从某种情况解开放来，或者是害怕给自爱所爱的人自由，就好像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很害怕失去，他害怕失去，所以他就很执着的就紧紧的锁住。可是他紧紧的锁住呢，那比如讲是男女之间关系呢，因为害怕失去，所以紧紧锁住，不给这个不给男朋友女朋友去这边吃那边，对吗？就是变成了锁住，就会弄到另外一个另一方就会有点窒息的感觉，就会有点反抗的感觉。那他的原因是在哪里？就是原因是在于他害怕失去，太过害怕失去。就好像很多父母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害怕失去，害怕这个女的有什么问题，害怕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所以从小到大就是像照顾小孩，直到他长大之后也是像照顾小孩这样子照顾他。可是其实他就是锁住他，就是这个样子。哦，谢谢，那我们看红外线，最后一个红外线也是我们肉眼，可以给我们。这个眼红外线呢，是我们肉眼。这个我们就停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那我们这个眼红外线呢，就是我们也是肉眼看不见的，跟紫外线一样，可是紫外线比较高频，这个是最低频的。最低频呢，在地球上呢，就是那个地球最硬的结构就是舌头、眼舌、三牙。那我们身体呢，最硬的呢就是我们的骨骼。帮助我们骨髓，帮助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部分 ，OK， 它可以帮助到呢，就是身体的头痛、骨髓这些加速，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疼痛的关系，骨头的一些关系，整个复原过程的关系。好，那这个系列的配方呢，我们明天后天有两天课程，都会仔细的讲解这20个配方，然后教大家怎么去运用，教大家怎么去用能量检测，无所能量检测来检测身体需要什么配方，然后为什么你需要那个配方，它的群体层次、精神层次或者是身体层次。好，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什么配方，然后我们就玩这个仪器，好不好？好，谢谢。有时候如果是一对一的话呢，有的人不爱听讲的话，这边给你带了。可是有的人他当时问题呢，老师被记了，一个半小时，对啊，被记。我试过有一个人，有一个台湾老师，没关系了，一个台湾老师，他也是闽南老师啊，他就上网找到我，就来找我哦。结果我们聊了半天。我关于身体需要什么？因为他也是跟我们聊好了。你要不要跟他去大陆参加西工大会跟论著啊？我不去，他自己去就好了。那如果你是欧
我们一天的第一天的课程呢，就是跟着去干嘛？怎么去应用在非常啊？然后怎么去做一个能量？因为他们没有讲清楚。那第二天的课程，我们去那边只是那边插花，对，怎样去找的？是的，去那边找清楚，找线索清楚。有加币啊？你看，那个声音怎么了？那你可以加一下，那我得升啊。加是吧？就是马来帮山，这是马来帮山，还要给你再描述，好打，你要整理上热，这边没有。象征的，对对对，里面里面有几例是叫做检测的，就最常见的啊，未来这个落实过来要就是去头脑不清，要往哪里去？在也有可能在这边靠近，就是这边靠近，因为我们台湾呢，就可以跟他想象一样怎么进口。对，可能在进口的过程当中，就很有可能就是说，拍出来进口有点麻烦，他可能进口到台湾的时候就巧克力馒头是讲究是年龄的区，然后我们有一个包装进口，然后进到来再放，那个好，一颗一颗的光圈还在，那目前来讲，我们可以寄过来的，可以去做的馒头，目前就是这样子，台湾现在没有人在做这样子。有没有，就很少，有很少，他们都是把它下来，还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文章那个编码那个码，是有冠军的，下载下来是从宇宙下来，只有因为马来西亚有台湾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疗法，不是只有西医，不是只有天气下来的疗法都有，它是发现天气下来。把那个太阳最光系，就看你的星星有没有。太阳能板那如果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本身已经是这样的疗法，就把这个透过我们这里这么热哈，已经有了你自己的量检测呢，是可以用你自己的传导棒，因为这个东西有传导棒热啊，传导棒。用活热，重的活热，有啊，他说它融掉，它可以蓄热嘛，它可以蓄热的比那个水还那比如讲，有些人就说你会经过，你知道哪个部位会经过，你会检测能量，你可以用吗？就是经过它，是新的，还是有它的热，这个机器用的就很好啊，就是热。那我这个我有这个产品才一年啊，我以前都没有机器的。以前都没有仪器的，没有仪器，没有仪器，就是用手做检测，那又是一个新的。没有你们有些人是 Orange 吗？这个机器，我们是做检测的。它这有仪器，台湾也是有很多仪器的。能量检测仪器，能量检测仪器是用很多，对不对？对，我们都可以检测它哪里的纯电，对，是很大的。可这个仪器，我是觉得量不大，但我是觉得它可以立刻看到那个热，可以就是可以正中能量的电量。不是我学生，它它那个比较重要的是它立刻可以看到那个能量的变化，对，可以看到能量的变化，厉害。那下面这些会讲，今天这些都是影像的，在我们会给你看一个，可是这样吧，我告诉你，我就是看看节目的能量，对对对，具体像是这个做出来的话呢，它是会讲解一些，它会讲，它是一点一点的，我们跟那个什么，反正我们同学中要一个知道说它是怎么去理解，然后怎么弄出来。牛樟的时候会跟你解释，现在在做什么？什么做成的？上课就在讲，上课上过了。山顶山，我没有小牛樟，我现在看它一百多块，那个温度多少？就冻了，因为你斜面，你要做西江光，这个是西江光的专利啦。你可以专利的，谢尔光看到。那大概有什么用？我们现在当多方朋友，拢也是有重啊，就这样。
他改，也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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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不是因为一出世的记忆
铺垫的一些环境形成之后，就变成社会在排斥他们，家庭在排斥他们，对吗？教育界在排斥他们。这些小孩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学校校长也说会教父母来说，你这个小孩不能在这边上课，他是干扰其他小孩。对这个小孩来讲，他是一个被排斥的、被拒绝的一群。所以他们在心灵深处，他们是需要被接纳、需要被接受的，只是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可是我们却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把他排斥在外面。所以这种小孩是需要这里。那这个整个系统里面呢，我们有很多个方式。如果说特殊小孩是比较难检测的话，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不同的整个这个程序，有一个程序，十四个月的一个疗程来帮助这个小孩。那第一个呢，我们都是给他配的，都是属于帮助肺的这个配方，然后这个大数的配方呢，就是帮助他调平那个创伤的，深层创伤的。然后呢，第二个配方就是关心 care， 这个是香树，这个香树呢也是长在英国的中间，英国的一个整个英国岛的一个中间中部的一个香树，所以它这个是调心，所以在治疗特殊小孩是这个整个程序当中，也是先从心开始检测，从这边开始检测，然后呢才从头开始。这个是希望，这是头部希望，是给一些，比如讲你跟他讲话，他好像没有听到你的，一些小孩这样子，可以从这边头开始，他头脑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听觉的问题开始。好，然后节奏下来呢，就是这个抚育 nurture， 利用的是扭树，扭树就是需要去抚育的，就是一些很伤心的小孩，就是需要人家去照顾他，很好的抚育他。那这个呢，就是从这边的。那有些小孩就是特别的闹情绪，那我们有时候就是看到的，有些小孩闹情绪，其实只要妈妈改变，或是家庭父母改变，哎，小孩的情绪就好了。那就是说是受到，就是可能父母的一个忽略，一个小小的忽略，可能忙着出去工作，而没有办法照顾到小孩，小孩就特别的顽皮。那小孩一顽皮呢，父母就特别的紧张啊，就是骂呀、打啊这样子。那你一这样子下来的话呢，就好像一个恶性循环，小孩就会更加的顽皮，因为他要的不是打骂，而是要父母的关心。他是要他是要找到，就是他要父母来看看他们，所以他就制造一些东西来父母注意他们，他引起注意力的。然后这个苹果就是帮助这个部分安逸。那苹果这个配方呢，它特别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就是说有一个抽筋，还有一个什么癫痫的一些小孩是可以帮助到他，还可以帮助到对特别过动的、特别过动的小孩就可以用这个来帮助到他。那这一个配方它是帮助头部的，所以有时候它可以帮助到一些不讲话的孩子突然间讲话。OK， 那就。到底它的疗效要吃多久才能有效？那其实是看个人，那个小孩受的创伤有多深。Okay， 然后就是舒适，就是 warmer comfort， 然后就是这个部分，是跟所有的消化有关系，所有吃错东西的小孩可以把它服用这一个，是可以帮助他，所以它是跟黑黄色的一起服用。和断数平衡。就是这个耻骨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的身体一个三脚架，中间这个部分要在中点，也有在中间的话，外的话身体会歪。那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帮助到一些曾经说过那个abuse 虐待，尤其是性虐待的一些，曾经说过性虐待的一些人有很大的帮助。那不只是小孩，大人也是。那曾经戴安娜教授跟我们有分享过一个故事，那有一个男性的顾客，男性病人走进来，他就说没有不能够生育，然后就是需要这一个配方，然后戴安娜教授跟他聊天，我们还有个心锁检测可以找出什么时间点的，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在戴安娜教授面前他都流泪了，他就一个秘密收藏在心里很久很久，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因为他小时候曾经被别人性虐待过或者性侵犯过。那他服用这个配方之后，他们两夫妇的关系就很好，而且现在有小孩了，有这样子的可以帮助到那一个层次。好，我们看一下树的配方。树的配方呢，刚才我们讲花的配方可以是跟我们的经络共振的。那树的配方除了跟经络共振，还可以跟，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可以跟我们的脉轮的共振。OK， 等下我们就看这个仪器。OK， 就是跟这个脉轮的共振，不同的配方。OK， 我们这个树的配方呢有1到10，那 Superfit One 呢，它是属于它的能量是彩虹，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在一起的，成很全面的一个能量。那还有一个10号呢，这两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配方。那这个10号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刚才特殊配方里面呢，每一个都有这个存在。它这个是帮助疗愈很深层、很深层的那种创伤。所以每一个都有不同的 ，OK， 所以每一个脉轮呢都有不同的这个配方的，哦，10个配方。那最后呢，还有一组呢，就是我们的新的，我们叫做 Heart Power， 新的威力这个配方，这个是最新的一个配方，它是帮助调频我们心脏里面有心房心水，每一个心房都有，心脏有4个幽门，每一个幽门。他在打心判呢、打开他的心判呢，都有个别不同的频率，都会受不同的情绪影响，啊，那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属性，就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属性呢，就根据这个心脏的4个心室和心房来可以分辨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属性，不同属性的人呢，就会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反应，身体有不同的弱点，啊，所以就会用以这个配方来帮助。心的这个部分，好 ，OK， 这个心来讲呢，这个是我们的心脏嘛，就是有3间瓣、肺动脉瓣、主动脉瓣和2间瓣，对吗？那这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人去注意这个中心点，可是最近已经有报道出来了，在英文里面呢叫做 the bundle of peace， 我看中文叫什么，我找不到中文了。bundle of peace 就是在大概是这个部分。就是 the bundle of peace 这一个组织的一个组织啦，一个肌肉的组织，它这个肌肉组织其实它是调控着心跳的，这4个心房的心跳是由这个肌肉的组织在调控，可以上网找那个英文字。bundle of peace OK， 那这我们有5个配方，那这5个配方里面其实有6个配方，那这第6个配方是帮助下面的，没有在里面，就在上面这个部分呢有5个配方，这个就是中心点，就是最强的一个。OK， 那这个有问题呢，所有的都可能会有问题。OK， 那这个呢就是3间瓣的，这个就是肺动脉瓣的，这个是2间瓣的，这个是帮助主动脉瓣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属性。OK。就是心灵的这个，就是每一个不一样的配方可以帮助不同层次的能量。OK， 那这个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有这个上面的呢，就是1、2、3、4、5心位里的话，好，那下面的呢就是有一个6，那就是说，那如果我们在上面受伤层次越深，对吧？那受伤层次越深 ，so above as， 比如说上面跟下面是相对的。那我们下面的，我们灵性受伤越深，我们身体受伤就是越深，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那当我们要疗愈的时候，我们要必须先通过这个疗愈。那我们疗，这个是我们灵性所受的创伤，可是身体来讲呢，这边都来讲呢，是我们身体因为灵性受创伤，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身体锁住。所以在疗愈心的过程当中，疗愈了这一边，我们必须也同时的把这边打开。那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卢米池这个部分，其实最重要就是卢米池，就是淋巴系统的一个部分。卢米池就是我们的整个身体的下体跟上半身的那个左边的淋巴系统，到最后会在这个部分。
那如果这个部分被锁，能量被锁的话呢，它就引起整体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六呢，就是帮助啊，把这个能量的锁打开。啊，那我们这个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在应用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东西我们不会就是给一些新的人服用，就是新的顾客服用，因为它的疗效反应是，我们看到有很大的疗效反应。就比如讲，我们在上这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个很资深的治疗师，他服用两粒之后，然后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他简直不能过来上课，他脚肿起来，他痛到不能起床，然后他发抖，他后来我们再去房间看他的时候，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好像他还很多年前，就是有普通热症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人，也是在发抖。可是他说这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一个人，有我们全部人一起照顾他，所以他这整个疗愈的过程当中也把情绪疗愈了。有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服用了之后呢，他就是他跟我说我不能呼吸，不能呼吸，然后他说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他小时候他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的感觉一样，然后他开始皮肤出一粒粒，然后两个手酸。然后这种感觉就像他十多岁的时候，他有一点点的那个忧郁症，因为爸爸妈妈离婚，啊，他那种感觉一模一样。那我问他的时候，那你那时候怎么好？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好，就是自然而然他就没有了。可是这些情绪都还是在锁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服用这个之后呢，他就可以慢慢的再次的让我们去体验。可是这是我们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疗愈。然后他因为呢，他是吃了之后，他痛到左右不能，坐右不能，睡右不能，痛了好多天。他问他你怎么会这么痛？你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他讲他以前小时候，他的家人把他送去给孤儿院，因为兄弟姐妹太多了。后来他知道了他的亲生家庭重新跟他的家里的人团聚，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因为他家里的每个都过得很好，每个都是有读大书，有读大学。然后他心里面就说为什么偏偏要把我送走，因为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他们都没有送走，还有一个。可是在孤儿院的时候呢，他从不懂爬楼梯跌下来，跌上这个，然后也是从来没有去理他，等他就会慢慢好了嘛。可是这次吃了之后呢，这个就又重新出来，直到我们帮他做治疗还是不行，最后他的亲生姐姐帮他，只是叫他做一些就是一个练一些助理，然后要他感恩，然后他才消失掉了。所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疗效。那这些配方呢，其实是戴安娜教授几十年的研究。那他研究过程呢，他一直研究，他就一直会通过，他会接受不同的讯息。那我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能够见到他，听完课，听他讲故事，好，因为很好听的。OK。那我们当然，这个在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呢，是属于它把我们归纳去传统的那个辅助疗法，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执行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说这个不是药物啊，这个你有生病一定要去看医生啊，之类这样子，一定要跟病人讲这样子。避免责任。对对，不然的话，他说。他们说，因为在马来西亚要出这个，要执行这个法律嘛，他可能有一些卧底，所以这个在下课时候都必须要去讲的。那这个就是说，在整个过程疗法当中，无论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疗法，我是觉得说，灵性这边方面的疗法、能量方面的疗法，其实是越来越普遍，而且所说的东西真理永远都是一样。所说的东西，所说的理论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能量什么，为什么会失去平衡，就是情绪啊、精神啊、压力啊这些啦。那当然是跟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磁场，跟宇宙之间的那个共振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能量医学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的。那这些生物能量配方呢，它是可以帮助疏解和释放因情绪和情感不和谐所造成的能量阻塞。它可以。怎么说是毒素的综合剂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水银，它是共振与它是信息的频率。那水银进入我们的身体，那我们身体健康情绪好的没有问题。那如果
青色是心脏嘛，对吗？那我们情绪不好，那心受伤害了，那身体里面的水银就会趁着这个机会来干扰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强了，已经抵抗不住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找到一个跟水银同样频率的，能够共振的，就跟这个水银化解了，这个水银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也许不只是靠这个植物能量，还有其他的能量。那我们就是用植物的能量，同样的铝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重金属，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去处理掉。稳定情绪，能量平衡了，那就是说经络平衡了，你的情绪平衡了，你所有身体的东西都会自然而然的良好。它帮助营养吸收营养素呢。当我们能量平衡之后，那比如讲甲状腺不平衡。你的身体该跟没，无论你怎样吃，你都吸收不到，你都平衡不到。那你只要平衡了你的甲状腺这个部分的能量，哦，你才能够好好的吸收你食物中的营养。OK， 那吉利身体本来具有的天生育病能力，同样的，所有的疗法讲的都是吉利身体本来的育病能力，对不对？啊，那我们身体的气顺了，自然而然身体就被，就是说我们就被有一个程序的，就是造物者，就是把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个自动化的，非常的自动化。你累了你需要休息，你休息都可以放松，身体就帮助你修复，这个非常自动化的，就是把这个自动化的程序重新的给它启动。OK， 那这样呢，它没有害处，不会使人上瘾。小孩、幼儿、老年人、动物、宠物都可以服用，我们也是特别有一套宠物的。Okay， 然后很容易使用颜色的配搭方式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那现在我看的就是我以前做的一些试验，那等一下我们就看着你们做的试验好不好，在现场做的一些试验。这个就是在我第一次解释类似这样同样的仪器可是不同的形式的时候，是大概10年前吧。那时候我就是马来西亚的一家公司，然后我就去检测之后，我就拿着我的配方，我就吃了一颗一号白色能量的，然后我就要求再检测。然后他是那个苏联来的那个教授，就不大愿意跟我检测。然后我就你帮我检测，因为他觉得所有的保健品吃了下去，能量没有这样快改变的，对吗？那我吃了这个之后，他就很不愿意的帮我检测之后。看到他的脸，自觉的还检测也是一样的。然后他看到这样的改变之后，他就很好奇的拿了我这瓶，就说：“这个是什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啊，那个时候，那我只是解除过一次，我就没有机会再解除了。我就请他给我这个图片，那个是大概10年前的。那现在呢，我买了这个仪器，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用了。哦，这个是我一个顾客的一个试验，就是之前，然后之后。那这个是我早期做的，我没有把它吃什么放进去。那等一下我们来检测一下，好，这是之前之后，相差不到5分钟了。那这个其中的一些，就是早期的一些自闭症儿童的之前的之后的一些相片。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去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特殊小孩中心，他们的能量服用跟之前服用然后治疗。驴子就是在短短的可能半个小时里面，这个一些相片就是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去做的这个。哎，两边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这个调整脊椎的一个疗法。那这个人呢，我用中文叫什么？这个 Lex 国际，就是他整个身体这个拱起来，这个脚不能平，然后两手两脚没有力的这个小孩。那我们去的时候给他服用了几次，3次之后，他妈妈讲他的手可以动，还可以拍手了，只是他的脚还没有力，所以我们帮他调整前调整后，可以直到这个样子，但还是没有这样快的，这个不是什么很神奇的东西，不是仙丹，他还是继续要调整的，因为这些小孩受伤程度实在太深了。这个没有了，就是其他这些。好，我们来，这个都是一些看别人的，不然看你们自己的啦，好不好？好，那好了，那你们要拿牌子吗？哈哈哈哈哈。李老师，等一下。你先吧，你先。哎，等一下张青芝来哦，打电话给我，你再。
拿下去穿去给他，因为他还有事不上来、哦、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应该排第一个吧。好吧，你坐的最靠近啊。啊，那我可以排第二个吗？可以啊。可以，因为我有等一下。排第三个呀、啊！啊，你那咋？我是。就是。你也要哈、哦？然后我跟你后面。是是是。你不要事情排到第五个好啊！那个，那排后排。明天是在9点开始上课吗？对对对。是哎，九点还是十？你有没有那个给我参考一下好不好？好像是十点到五点了。三就是 DM, 那个 DM 找林老师，林老师，明天几点开始？我早上九点呢。你有那个？那个啥？那个？在微信上。第一个 DM 哦，第二个。四跟五两天吗？对，两天。因为我礼拜五要上中医课。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说什么四五六日都有？没有，只有两天了。所以我四五六日是六日是要高阶班的，不是那个脊椎调整班的。有脊椎调整，但是基本上是现在学过脊椎的是要六八十九十万的，一定要进步，一定要先上，对，脊椎反正他长了，然后不是刚好吗？不是，对啊，前面是这样子的，那就他也没有那个介绍，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一下。我现在在棋子里要加进来，有关于他的这个介绍。你们你可以先上，没有翘课。不是、啊，在我们《黄帝内经》亲子了。那我家族好像有收到那个，有人传。我有传他的简介。李汉汉罗。他是吗？哪一个汉子？汉罗。男子汉的汉。哎呦，我这个没有，没关系。男子汉的汉呢、啊？刘汉的汉也可以的。哈哈哈哈这两个差很多了。简体字，做简体字啊。明天是九点还是十点？讲第九点到下午两天的嘛。九点开始。朝九晚五。哎。朝九晚五。朝九晚五。这个，我也好想上，问题是我。还有一个言字旁，对，言字旁，言字旁在某某地方的某某语句。第二个是第二个。简体字没有办法用这个字。我这个是简体字的。第二个对。OK， 好，出生年月日。1949-09-02。1949年哦。知道了。1949。对对对。09是年月吗？9月。0902嘛。9月12号。9月2号。2号。0902。二号。这出生年月日也会跟这个能量有关。不是啦，这要是记录的，他要比较要做记录。有老师说有关。也有关吗？有的，有。OK， 好，我需要你的手。心情有关吧。好。右手，这个是左手，右手先，左手先。这个手没有放了啊。你要放进去，然后动到那个屏幕对吧？然后就是这样子触碰就可以了。对。好。有听到。要左手吗？右手。右手。但是。哦，右手。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他有两个要拿十个手指的。可以，如果是不能的话呢，你再放下一点。如果这个网络好的话，很快的。好，第二个手指。一个一个手指来。对呀，一个个手指来。那我没有办法。好，第三个。我会比较快。哎，对不起啊，请问要秉正讲起来，顺理成章。第四个。对。你们如果不想人家看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发掉的。OK。发掉。不要放在荧幕上看。第五个。就是不需要放在荧幕上啊。OK 了，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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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自己的，都是没关系，对了，都是白老鼠的。对对对，来，再放这个，不行，没关系，再放这个。一样吗？一样一样。还没吃啊！不吃，不是，我要放满这个十个人啊！我们不行的话，就唯有这样子。哎，他第一次跟第二次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有期待。真的，我家族有期待。因为我们这个假设，他也是保这个。我跟你们说，他这个姓刘，你这个机器哈，那个是没做，是不是就留在这里吗？
哦，你加个赖的，你是在这里接受？开玩笑，怎么可能？那个陈建奇在澳洲那个是上面号，他是赖吗？不是下的呢，我的赖。等一下他会跟你讲清楚，他刚刚已经有打来过了，我加了半个小时我再打，在上课。好，今天晚上吧。我真的还有点事儿，我先宣布。哎，那个徐主席长，哎是，你要约什么时候去你们那里讲课啊？我们先安排，我那边时间都已经排到六月底。对啊，我已经。然后以后七月我们再来看看。哦，七月份。他那边也有那个规安排。好，那地点码的你好吗？星际条码。如果是根据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它的能量都是满满的，对啊，真的我可以看到的。然后，把你先把那个时间看一下，调上，可以定点吗？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尽量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来，我帮你拿哈，好，先走，来，感谢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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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个洞，然后呢，下面这边也是有凸出来。有洞的不好是吧？对，有洞就可以看出来。它就是不完整嘛，你看它这个部分也是。然后亮度调太高，双眼，哦，双眼 ，OK， 对。那个，它这个测量呢，是测量你现在的能量。那你现在等一下还出那个又改变就很不一样。对，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好。那如果我们看脉轮的话呢？哦呀，你的脉轮其实是蛮好的，只是有点大力，有点大力呢，就是你的能量有点好像阻塞在那一个部分。哦，可是李老师听到吗？啊，就是它不能够散发，循环它流动，上半部流动不理想，它流动不理想，可是它很塞住了，它平衡啊，很平衡，它平衡啊，它的情绪啊，王老师看到吗？情绪啊，什么都很平衡啊，就是那个一粒粒要在中间，对，可是它这个是很好的，是非常好的，就是北斗七星啊，北斗七星，可是它这是太大力了。太大，太小一点更好。想大，想大量吧。是越大越好的。想更小量的。它也不是越小越好。刚好。它有些太小的，就说你的能量不够，很差。能量太充足了。能量太什么了？太充足了。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阴阳平衡来看的话。我是14654。看到是不晓得。七级平衡。六老师。这个就要请会中医的人来看。六老师。阴盛阳衰。这已经是正常的，阴盛阳衰了。那个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呢，我们是要看肝。肝这有数据嘛？我们要看肝经，这个我是因为我看中医啊，所以这个。攻癌症嘛。这个是肝。癌症是主要的，其他都没有。好好照一下哈。对。女人，她一听到就想那个。都是肝火旺。真的。哎，刚刚那个第一章的时候，就是刚刚在学习。没有在前面一张，等一下这边上，来前面一张。那一个没有啊？大家讲，你讲嘛拢无套，就是太旺。等一下。那如果我们根据这样子分析的话呢，这个是能量的扫描分析。太棒了。那你这个焦虑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情绪方面呢，至于处到于这个有点压力的这个。这个世界这个能量啊，它是太高了。需要这种能量太大哈。太高了。球太大。那就是代表说，你说你现在有一个状况，可能是有一个发炎的一些状况，或者可能你在用到你的储备能量。好，你的那个左右的平衡还很好，器官的平衡还很好。那健康状态呢也是很好，只是我们要比较要注意的呢，就是你的这个。前列腺是增长，那个这个状况好像只是中风了。刚刚到蒋介石那边去过，可以等下再。不能讲那个。哎，先跳过去。没关系，我们等下再打电话给他好吗？喂，林师，我明天发给你。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这个。你过过完了，过几天你要再好好的呀，哈。因为我们要的是在心室的里面，可是他已经超过了。好 ，OK。那这个能量的储备，能量储备已经用到尽了，已经用到很多了。OK， 那我们现在就用刘教授所说的那个子午流出来。那子午流出对不对？看下次的之后对它有什么变化？那现在是申时，是这个是四点。五味生对，膀胱经啊。膀胱经啊，意思是什么？
对，这样来配合很棒哈。对，真好。我七光能量都是这个，都是这样子的。你要看手指吗？这个是膀胱经。膀胱经。看手指的，看手指。膀胱经给你，我跟你是花的。哪几呀、啊？膀胱经，膀胱经。十六。是十五、十六。十五、十六。哎，十六、十七啦。十五是皮嘛。那么吃的吗？还掉，很小就小。仙丹呢？这么可爱啊！哎、欸，这个怎么空的？很奇怪啊。这个怎么是空的？这个空到这个。来这边空一点。按摩多一点。哈哈哈哈哈！整个空的。很小颗啊。很小。对，很小颗。我们掉进去就好了。真的是吗？啊，你掉出来了。这糖球啊，这能量糖球。又掉出来了。对，就是那地步降，就是命中不让你好，有啊，有知道就好。还有一个、啊，好嘞，我们再来，下一张了，马上检测，他要检测，这马上检测，吃完马上就好了，对，马上检测，这么快啊，厉害哦，还在口腔里面，这样可以，非常，应该放舌下，是不是很快？用舌下应该比较快吧？舌下吸收，舌下吸收，等一下，我们两个一起用。放一次就好了。好。第二个手指。那你的呢？可能就会看到不是很明显，因为你的右手进不去。左右不平衡。哦，我知道你的左右为什么这么平衡的，因为都是用一边的手。那踢第二天，那踢第二边，看落去。第三个手指。哎呀。你吃了没有？我都不想用。一直用成，对呀、啊，那个不用，那就是不用。所以你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是吧？真的。你会按摩吗？我很痛苦，你知道吗？这个出现方胖了。现在有多少人要来上课了吗？有了几个？有几个？你应该不来上课。我有想啊。要想呢，要行动。对啊，所以我才有问说你的时间，心动对，不如行动。对，我有想，因对，因为我们家两个老人家，啊、我也很想帮他们，对。这个最直接了。对啊。很快。OK， 好。一个九十的嘞，九十的。有，你说说在台湾吗？对，在台湾，因为我才刚来台湾啊，所以这个都还没有的，其实还没想说做看一次收费多少。啊，还没有。推广期间，对，我还想。哎，这边好啦。好了。已经好了吗？我们就来做看。已经满了，没有缺口了。最右边那个图吗？最左边。都可以。这边。有改变吗？有，这边有点改变了。哦。这边也是有点改变了，你看它的平衡比较平衡。他本来呢，左边那个挖窝嘛，他这边有点问题，是是是，看到吗？右手的问题。看他的右侧，嗯，他的这边比较好了，嗯，看到吗？嗯啊哈。哎呀，他刚刚第一次检查，这边也是不一样的，这边也是不一样的，检查的那个要对照什么对照？给他吃的就是那个十六十七膀胱经，喂，来来，他就针对的就是这个部分。哎，调一调，加修正哈。闻闻，哎。然后这个的，啊、这个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嗯嗯，我没大标签，嗯，这个比较偏，可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出来，所以有时候在服用这个配方之后，它把它本来的症状都会体现出来，嗯嗯，它本来的原本它已经把它盖住盖好了，它右手腋下有问题啊，啊，我负能量扛住，而且我们检测的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它的右手，我右手嘛，只能够检测它的左手，这个地方叫什么结？它的淋巴结有问题。这个位置，肩针呐，肩针穴。马上，东西马上这个有什么特别？看我们什么性格，换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它没有什么会啊，没有它这个液力的话就没跑出去了。它处理过五次，很有趣的，它在这个跑出去外面了。而我们给它服用的就是这个，收起来，这个层次的穴。好，回来了。哦，就是你本来是这个，现在是这个，它跑出去了一点点，它这个就跑出去了一点点。可是这两个回来啊。嗯嗯嗯。所以我们服用这个配方。
方的时候，他身体会改，会有一个变化的。两个很小的甜甜的东西，蛮好吃的，结果就好了，打的质量很好。